话，黑子说话。今天赢了3000万，硬气起来了。黑子，请说话来。黑子，传达一下会议精神。没什么会议精神，提出了什么？我没提出，我就听，我听，我学习。暂时还没有这个太强的能力，只能听啊。会议精神就是如何改造我们这边的一些街区啊，学习了很多。不是摸鱼，是学习，是学习，学到了很多，学会了很多。先来一首《红中血流》，没讲两句，没讲，因为没准备稿子，没讲。今天头有点昏昏沉沉的，外面好热。早退啊，早退不用早退。我今天，我其实我会还没开完啊，我请个假来了，还在座谈会。我就请个假，跟领导请了个假。我说，这个一帮水友等着呢，哎，碰，真的呀，真的请的假，真的请的假，临时请假就直接撤出来了，你懂吗？撤出来了，过三暗刻。居居，这八条居然回口血，回口血，海底捞月，哎，86万，一堆八条在这，还行，输了14万，等于没输，7400。来的时候9700，三个二的，哦。这么多桶吗？2468，全双客，清一色，段19，碰碰胡，封顶，256倍。看能不能来三桶，八桶，三桶，七位，四跳，万三，九大位，六位，我要杠后找一张了。查我鲜红是干什么？划水，杠后，杠后找一张。哎呦，杠的不错啊，杠了个摸摸。三零克碰碰胡，哇、哦，这么大，920，认真的，怎么这么大？哦，三零客碰碰胡，又是920，凭什么？我靠，凭什么？2468，我2468了，但我八筒没了，红中可以代替。不会吧，
我有点看不懂啊。好友三个二万。哦，他四饼他胡，我吐了。我这玩个屁啊！他四饼他也胡，他没碰到。没得玩了，八筒没了。赢不回来了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杠，有点大哦。哇，怎么说，有没有可能，有没有可能又是920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一手没活，小输3000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少胡小牌的，我真的很少胡小牌的，我一般都是大牌，只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法做，你知道吧。这把可以，这把筒子多，还有两个红中，246，你可以算八个筒，一个没换到啊，条条筒。哎呦，你看这就很烦，五五开直接就要条的了，两家不要条。哦，这个好烦啊。这胡的不划算呢，这胡的不划算。这个不要，可以考虑什么呢？断幺九，啊，把这个打了，断幺九，来个七条什么的，这就真的还得打青色了，这得打青色了。这可以。看了我的麻将从拆迁房变成了农村平民房，什么意思？你看我麻将，你看我打麻将，然后你去跟别人打牌赌钱吗？你是在形容跟我学了麻将变得巨菜，天天输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啊？哦，青色四连克了啊，不痛，230，等会给我一把全部给我还回来。碰二条，三零克。好，哦，我青色金牌了。果不糊，八倍我都不要的，八倍我不要，我可能要玩一手青金勾掉。他糊了我700万了，没事，我一把给他吸回来。碰碰碰。打打打过，我都不带胡的，这个太少了，八倍太少了，过。你不会跟我报队吧？这也三连卡，哎呦，这还能摸400多万，不是吧？轻轻割掉，不是轻轻割掉，是青筋勾掉。什么叫青筋？还青筋勾掉？青筋勾掉。哎，这两个跑哪去了啊？我输了1000多万，没关系，别急，别急，三家不要调。你觉得我这把能输吗？
你觉得我这把能输吗？你好好想一想。你觉得我能输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真的，这把你怎么看？自摸，大是不大？哦吼！回口血，回口血，回口血，回血，回血，回血。清一色。哦吼！别，我自摸了。靠！哎。哎呦，怎么杠不起来？不给我杠了，杠成开花的。你看，好烦哦。花猪，搞六条通，搞六条通。行，明天再来，好吧？啊，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有点累了。各位先撤了啊。3600，输的有点多，今天输了6000多万。